现在剩坤儿高，我帮你把坤儿抱住怎么样？行啊。这么黑的盒，哎呀，爽了！有没有可能哨子已经被找到了？他们不吹，把我撕掉了以后才吹。在这儿。书包，还整个书包。哎，哨子真的太难找了。恭喜你，你就去找哨子吧。啊，找到明天也不一定能找着。我是找了一天了，找了一天的哨子了呀。这哨子到底在哪？先找地儿藏去。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，他们都看着老沙把我撕了，如果我再偷偷的把老沙撕回来，那我岂不是很安全？有人吹哨了，哨子谁吹的？被吹响，倒计时开始。倒计时，还有倒计时啊！撕了也是不能撕回来，对吧？不会是他吧？不会是他吧？那边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刚闪过一个人，树上那个。啊！我操！被他撕了，是不是你？是你啊，所以你才要撕我。你最高。我不是最高。你不是最高，你怕什么？虽然我不是最高，但你是最低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对。哎呀呵，哎呀妈呀，你俩可真……哎呀，怼我了。走走走，我总往这边走。